所有嘢都會俾人批評嘅。第一係咪？係啦，都有人提我，喂，唔好畫啲咁正經嘅嘢，都唔控制唔到自己嘛。你睇翻嗰張畫，嗰刻情緒，播啲咩音樂入嚟，世界發生緊咩事？究竟生命係咩？主要睇得多開咗，有啲嘢開咗，你就放膽做。以前我都唔會賣畫添，我今次原稿都賣埋。留嚟做咩啊？身外物賣曬佢啦，賣曬佢嗰啲錢，再我嚟做啲更有意義嘅嘢咯。我名藝術係乜咯？治愈嚟咯，即係愛咯。呼藝術咧係通曬眾生嘅，其實大家heal大家嘅某啲創傷。你要改變呢個世界，你改變入邊，個世界跟住嚟改。幽默係差唔多最緊要嘅嘢。拯救世界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真的的起碼消一消氣嘛，你沒有辦法改變那個權力的嘛，那個權力的核心的嘛，那你沒有辦法改變那樣東西，唯有做些事令到大家起碼將那個憤怒轉了笑了去都好啊，即你轉化了那個 energy 很重要的，如果不是香港就很快倒了，很快會毀滅了這個城市。為什麼要加那個計？因為那兩天金融死，咁我想畫翻個合義精神咯，一個記錄嚟嘛，啲藝術就係我嚟記錄時間，應該畫嗰個地方或者嗰個城市嘅發生咩事咯。